你为什么要带钱包？我以为里面有钱。都没钱拿的这么喝谁？北青易啊，然后还站起来是要去付钱吗？你有没有钱？可怜哦。如果我给你1000万，然后但你要跟我分手，你会拿1000万吗？我会拿1000万，然后跟你结婚。如果我给你1000万，然后但你要跟我分手，你会拿1000万吗？我会拿1000万，然后跟你结婚。我给你看一个影片，你要仔细看的，你要很认真看，就2秒钟而已。你看，好，我问你，他后面小兵什么颜色？白色。就是白色，到底是白色。走开！啊，爸爸还是妈妈？